主料辣椒6个，蒜2瓣，辅料盐、糖、淀粉、醋，辣椒洗净切断，这样好食用。起锅热油，不必太多，比平时炒菜略少一些，倒入青椒翻炒，油虎皮样即可，加入盐、糖、醋调味，翻炒一分钟后加入蒜，再翻炒一分钟后加入水淀粉勾芡，略翻炒片刻盛盘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